时刻也是我们共同的家人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演员李兰迪、沈月和歌手演员周奕然，欢迎三位，欢迎，请三位先来一起来签名，留下你们的纪念。与此同时，也为大家好好讲一讲，因为各位在过去的一年都在不断的努力，兰迪演绎了大家很多喜爱的角色，甜美爱笑，她气质多元，而表演实力更是可圈可点。而古灵精怪的沈月，初恋感十足，漫画少女，并且她的 vlog 超级受欢迎，很治愈人心，特别喜欢看。而且依然呢，她在自己的影视剧当中演绎的也非常的生动，将你们少年的青春激动全部展现出来。欢迎三位，请三位来到我们的亮相区合影。如果你觉得心情低落的话，那就去看一下沈月的 vlog， 你就能得到被治愈的一种。小红书。